大家好，我是林振，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新专辑《数学家》里面的《太空人汉姆》。《太空人汉姆》是在讲一个黑猩猩的故事，它其实就是在20世纪美国跟苏联在太空竞赛的时候，汉姆是第一只从外太空回来活着的猩猩。那其实借由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可能人类为了达成自己科技进步的目的，有时候会牺牲掉一些其他生物的权利，那一些生命。那所以希望借由这首歌的时间，可以让大家去想想，也许我们在发展自己想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时候太自私了呢？那就来听听这首《太空人汉姆》。哪里只有白昼，哪里都是野兽，都是听说不再听说。人类是好朋友，一辈子的朋友，不该疑惑，不容易惑。信任的笑容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振，欢迎大家到银河网络电台参观我的音乐博物馆。